小的时候，婉娘告诉我，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是皇后。皇后居住的宫殿叫做坤宁宫，我就问婉娘，坤宁宫是什么样的？婉娘说她也不知道。我坐在那香间漏雨的屋檐下，便想，如果能变作那天上飞过的鸿雁，能飞去繁华的京师，飞到那紫禁城里，看一看坤宁宫是什么样，该有多好。后来我果然到了京师，老天爷跟我开了个大玩笑，给了我一颗不该有的妄心，却让我在乡野田间长大，没养出那一身金钟名媛世家淑女的气度，还偏把我放到这繁华地争斗场，竟施舍于我一副好皮囊。哼，方英，这段时间我总是在想，我果真错了吗？这天下是男人的天下，而女人只需要征服男人，便也征服了天下。娘娘，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。我要嫁给沈介，我想当皇后。方姨，若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，你还会来吗？这鸟不来屎还经受气的时代，谁爱穿谁穿去。你真是我认识过的所有人里最奇怪的那一个，不过落了回水，便像脱胎换骨一般，成了江宁府首屈一指的大商人。全都是浮云，现在还不是被关着。我买错股票，你海王翻车，攒到一块儿也是绝了。话说你换这一身干嘛呢？因为轮到我了。谢大人，您杀皇族，诛萧氏，灭天教，是手握权柄也手握我性命之人。按理说我没有资格与您讲条件，我这一生利用过很多人，可仔细算来，我夫燕林天灵一报复了我，我用萧定飞、周隐之他们一计我上位，我算计沈介，如今也要为他殉葬，共赴黄泉。我不欠他们，可唯独有一人一身清正，本严明之律，是我挟制破制，害他误入歧途，误他半世清誉。他是个好官，成王谢大人顾念当年上京途中雪宁对您未谢之恩，以我一命换他一命，放他一条生路。可真疼，早知道该选个不疼的方式去死。好浓的酒气，
将军，我们继续睡。哎！你对他做了什么？能做什么？本王又不断袖。本王手会疼，不是在梦里。你先把剑放下。剑，烟灵，这就是方英常念叨的重生吗？不过我前世小心谨慎，哄得男人们团团转，这一世刚开始就甩了未来皇帝一巴掌，现在跪下来谢罪，来得及吗？他拿着手碰了你，这问题，这架势，好像要把沈界的爪子给剁下来。啊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方才怪我做了个噩梦，刚一睁眼又没看清楚状况，还当沈公子是坏人，惊慌之下才打了他。你快把剑放下，仔细张着人。真的，我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？别说是我本无冒犯之心，便是真冒犯了，你难道还真能斩了我手不成？不会。燕翎还朝之后便投了谢威，与谢威一道架空了沈杰。不久后沈杰被毒杀，前世还觉着多半是谢威搞的，可现在看未必不是燕翎干的。你还好吧？昨晚趁我没注意喝了那么多，我送你回府吧。少年人的一腔赤诚尚且不大懂得遮掩，喜欢便要护在身边，在意便要先表现出来，恨不得时时刻刻都捧在手心里。可惜我配不上这样的喜欢。今日谢先生要在文华殿开日讲，我们也要去的。都这时辰了，燕翎你不该同我一道进宫吗？文华殿日讲，当今圣上也就是沈界的皇兄沈郎是在四年前登基的，任何一场地位更替之年都是凶险万分，沈郎登基的那一年也不例外。先皇命糊涂了，将沈郎禁足于宫内，还不知怎的发了昏，要送他去封地，一时门下之臣都乱了阵脚。幸而有谢威入京，当真算得上横空出世。谢威字居安，出身于君临望族谢氏，就是诗里旧时王谢堂前宴的那个谢。一朝之间往狂澜于既倒，助沈郎顺利登基，与元姬和尚一道成为了心地最信任的人。乌时值在身，却奉为太子少师。沈郎的身体开始衰败时，选召了一些宗室子弟入宫与他一道听经言日讲，包括他几位兄弟，自然也包括沈界。哦，宫里的事情自然耽误不得，我今日自己回去就好。那我叫千峰远远跟着你。好。燕翎啊，虽然目下京中有些文人颇好男风，那江家少爷的确好看。殿下，我不爱男人，他也不是江家什么表少爷，他是江家的二姑娘。你竟然。他爱繁华爱自在，我便带他出来玩。殿下待我如兄如友，我今日把他身份告知，是想殿下知道他是个女儿家，也好注意一些分寸，避免京城惊吓之扰。更该注意分寸的不是你吗？若事情传出去，让人姑娘家怎好嫁人？笑什么？我宠出来自由我来娶。如今是九月初七，还没有女扮男装跟着燕翎去逛重阳灯会，也还没有遇到跟沈界出宫游玩的乐阳长公主。那么被乐阳长公主阴差阳错喜欢上的事还能避免？我也还没开始故意接近沈界，只要我不去争，
被选召进宫伴读这件事也落不到我身上，永义侯府也还未牵扯进平南王蒙毅与党一案，我还没对燕翎说出那句伤人的话。但事情也不全然乐观，光是一个燕翎就够头疼了。老爷，二姑娘来了。何事？说是屋里丫鬟婆子手脚不干净。她当真这么说？是。这丫头居然也有开窍的时候。你立刻去，把那一屋给我叫来。千万别等宁丫头回过神来，她要气过了再想收拾就不成了。是。娟，怕要慢待你一会儿了，我这府里有点阿杂事儿，料理一下就来。无妨。往日你对他们都很宽厚，我和你母亲都还挺担心的，今日怎么就忽然改了想法了？得有个过得去的解释。是燕翎教我的。那个总翻我们府墙的臭小子，拿幼学琼林庄账本唬人，也是小侯爷教的吗？当然，也是燕翎教的。后宅之事都如此伤心，永义侯府后继有人啊。嗯，父亲说的是。居安，等久了吧，刚才是宁丫头的事儿，她也算是让我操心久了，没想到这回倒拎得清。说起来，当年你秘密上京还是同她一起。宁二姑娘吗？你不是天，又怎知我是伤天害理而不是替天行道。至于娘娘能活到今日，已是谢某最大的仁慈。当年我病中糊涂，曾对娘娘吐露过一些大逆不道之言，幸而娘娘那时记性不好又心无成算，我方饶娘娘多活了两年，不然谢某奉少师的那一日，娘娘已身首异处。我做错了，谢为如今后没杀我，是因为我不记得且不聪明，错了。难道这一世还是要死在谢威手里吗？眼下的处境该如何应对呢？继续硬着头皮装傻，表现归表现，虽立了威，但锅都甩给了燕翎，他那边倒不用担心露馅儿。问题是，谢威会不会信？要不学一回方盈，投靠谢威。可是燕翎有永义侯府，兵权在握，方盈伤行天下，富甲一方，我既无本事又无筹码，谢威怎会看中我接受投诚呢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和他对着干。还是算了。其实若他能成为我的裙下之臣，不，
忽然不能有这般可怕的想法。后天是重阳，京里有灯会，我想带你去看。重阳灯会是九月初九，可今日才九月初七啊。我就是想来看你，不行吗？行。那去不去啊？我这回就不去了，但若是你下一次要看什么灯会，我定引你一道去。你这话说的奇怪，怎能是这回不去？这回与下回又有什么分别？其实我今早回来有些头晕，想在家里歇两日。都怪我昨夜不知轻重，也没看顾好你，叫你偷偷喝了好几杯，醉成这懒猫。罢了，我打听打听下次灯会是多久，回头给你补上。这院墙还是不够高啊。姑娘，二姑娘这一夜没回，简直变了个人，别是在外头遇着什么事儿了吧？胡说什么，有燕小侯爷在，总会出事。总之他的脾性咱们招惹不起，不打上门来都当没看见。我们为什么要逼着二姑娘啊？当年又不是您自个儿和她调换的。这种话万不能再提，明白吗？是啊，姑娘。这些都是哪家送的帖子啊？是清远伯父几位小姐送来的帖子，请姑娘重阳那日去他们府上赏菊。可是清远伯有否？看吧，我就说姑娘不记得的。唐二说清远伯府在京中算不得什么名门，即觉到如今已是一代不如一代。这封帖子与陈国公府邀人赏菊的时间撞了，京中能收着陈国公府请帖的只怕都不会去清远伯府。这伯府的帖子想来您是不在意的。唐儿所言虽有道理，可他猜错了。这清远伯府可是一个好去处。我不是你们这儿的人，我是穿越过来的，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借尸还魂，信吗？我不信鬼神的，不过我信你，虽然我还是听不懂。如果我们认识的早一点，你就能抱紧我这条金大腿了。娘娘，我从远方来，那是一个比此间好得多的时代。我在局外，你在局中。我从不觉得女子有点野心，有什么错？想当皇后便想当皇后吧，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错的根本不是你，是此间世界。
旁人看我富甲一方，天下没有我用钱买不到的，可我看自己却是个可怜虫，一颗自由心却困于灵雨之间，苦恨不得知。娘娘，你可知在那方世界也有朋友想念我，也有父母待我孝顺。方音骨子里是厌恶这个世界的，我问他九月九看不看灯会，他说不去，人家请他重阳赏菊，他倒巴巴的去了。清远伯父这种破老货，他是要诚心气我吗？哦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清风，你回武去看看清远伯父的请帖，我们府里有没有，要是没有的话，没有也得有，只管带我的名帖递了去，还敢拦我在门外不成？我也陪你去清远伯府凑个热闹好了。你也知道宫中近来的传闻，都说皇兄想要立我为皇太帝，谢先生点了我，说朝中人言可畏，纵我问心无愧，近来也最好与萧氏疏远一些。真是奇怪，我们伯府何时攀上了永义侯府，也从没听说哥哥明晓侯爷和林子王殿下有什么交情，今日怎么说来就来？哼，姐姐就是多心。都说萧氏与燕氏不和，燕世子说不准是故意下陈国公府面子，所以才来的。燕世子和林子王殿下的回帖来之前，还有谁说过要来？世子和殿下之前回帖说要来的人不多，最后一个回帖的是江侍郎府上的二姑娘。真是平添一股晦气。什么好了？不是叫粗使婆子守着了吗？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今日家里来了客，不好声张，先抓住，过会儿再好好治他。往日好像只在张尚书家的宴上同江二姑娘打过照面，未料今日二姑娘竟然来了，里面请。哎，有一桩有趣的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就那个什么行科给事中和锦衣卫叫板的事儿，谁不知道前朝先帝设立锦衣卫之后
也十分倚重，很多刑狱之事都交了下去。前儿锦衣卫的周千户带人去抓两个瞎写书编排朝廷的酸儒，谁不知道那是圣上的意思，人都抓了下了狱了，可你们猜怎么着？第二天有人给圣上上了道折子，说锦衣卫拿人没经过他们行科同意，一看叫张遮，小小的七品行科几世中，这芝麻大的小官竟敢跟锦衣卫抬杠，也太不识好歹了吧。朝廷律例，锦衣卫除了要有驾帖外，还必须要有行科给事中的批签才能拿人。这位周千户胆大妄为，被张大人参上一本，实属咎由自取。你且拿律例说事，只等着看这位张大人回头下场如何吧。我也等着看周千户的下场呢。小侯爷，你出来。自己说要在家歇两日，今日又出现在人家的赏菊宴上，你是要诚心气我是吧？我也是回了屋才看见有幽府的请帖，临时决定的，何况你现在不也来了吗？正经本事没学多少，哄我的功夫倒练了个炉火纯青。殿下那边还在等我，晚些去层霄楼找你，带你去看灯会。好。小贱蹄子，让你跑还敢反了天了，塞住他嘴，扔他下去清醒清醒。个人有个人的命数，况且你真不想见另一个有方赢吗？别去，杀人的不是你，你不过是袖手旁观而已。